家跟黄金去跑山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皇帝。今天这部影片是跟卢哥一起跑山的影片哦。在上次环岛的影片出来之后，我就一直想要上这一支影片，只是迟迟都没办法上啊，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。直到这礼拜我才有空把这一部影片给剪完。我环岛是11月10号到11月15号，为期长达6天的环岛之旅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整个环岛旅程下来，第二好玩的啊，就是跟卢哥一起去跑雾台。跑雾台的山路啊，因为其实我是个很喜欢骑车的人，然后骑环岛的路上全部都是平路，山路的部分比较少，而且雾台那边啊，不得不说风景真的超好，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然后又可以跟哇好不容易认识的卢哥一起跑山哦，那种就是整个是爽感，你知道吗？山路爽，看到卢哥也爽。哎，我先澄清一下，我性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单纯只是喜欢跟朋友一起跑山，而且我觉得山路跑起来是非常的刺激的。然后这次又认识到卢哥，已经有好久没有认识到那种就是比较投合的朋友啊，跟卢哥真的是很多话可以讲，虽然他小鸡鸡，不过我还是勉强可以接受啊，毕竟爱这种东西哈，就是无关鸡鸡大小啊。要跟黄金去跑山啊。不过说真的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彰化，就是到彰化以外的地方去跑山。我平常在彰化就是最多就跑个139啊，或者是跑到148之类的，就不会跑到太远的地方。每次在社团上都可以看到人家说去雾台跑山多好玩啊，还是哪里跑山多好玩，都没有机会去体验。这一次总算可以让卢哥这个在地熟人啊带我去体验一下。不过我们刚上这个桥啊，没想到那个卢哥直接开始加速，我直接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啊，果然是红牌啊，真的很担心他骑那么快啊，他的小鸡鸡会飞走啊。画面一转啊，我们直接来到了一间 7， 听说就是上雾台前或者是下雾台，大家都会在这个 7 做集合或休息。等等就要跑山啊，哇，很兴奋啊，环岛没想到还可以跑个山，很爽。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边山路很好玩哎、欸。咋的？看一下那只狗上你冲出来。你是小法斗、啊？没有，那是公鸡。哎、欸，这一半而已吗？还是还没半？还没上山。还没上山？这边才算上山。真的假的？这边开始就对了。对啊，所以通常都是这边，如果说假日，这边就一堆车。在稍作休息之后啊，卢哥跟我们讲说啊。在雾台的山上，在算蛮高的山上那边，有一个叫神山爱玉的东西可以吃啊，听说超好吃。平常我的影片是没有人赞助播出的、啊，不过这一部影片有卢哥赞助播出啊，他总是跟我说来者是客，好不好？给他请客。说真的，下次他再这样请客的话，我就带上全家人都给他请客啊。然后刚刚还有听卢哥说好像准备上雾台的山路之前会有一个检查站，会检查你的证件什么的，所以等一下在那边要稍作停留，就是让警察那边就是盘查我们的证件，然后留一些资料，我们才可以准备去爬雾台的山路。10分钟的路程之后，我们总算来到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检查站。说真的啊，有点兴奋啊，第一次跑山路还要被检查证件才能跑山路啊。要检查是？你这边有用灯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这边打放方向灯，你要看吗？开给你看。哦，我懂意思了，你这个是不一样，我以为你是改那个这种一个洞一个洞。登记完车牌，然后登记完你的证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上雾台的山路。哦，说真的，其实这种感觉蛮就是蛮特别的，就是那种还要登记才能进去跑的山路，感觉就是那种刺激感。
不过说真的，如果没有卢哥的话，我应该也没有机会来跑雾台的山路，也不会特地从彰化下来，然后为了跑雾台的山路，所以还是一样啊，很感谢他可以让我体验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山路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个山路真的非常好玩。接下来就让我跟卢哥带你们一起看雾台有多美。在跑了好一段山路之后啊，我们总算来到了有点像是部落的地方哈。这边听卢哥讲，就是可以吃神山爱玉的地方啊，相对比较热闹。刚刚山路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我自己平常都是跑彰化的139的山路，说真的，雾台这边的山路除了路比较小条之外啊，真的非常的好玩啊，风景又很棒。如果它路可以盖大条一点，我跟你讲，雾台这边一定会非常的热闹。现在我们到了吃神山爱玉的地方啊，等我们把车停好，准备下车吃神山爱玉。什么？前面那边那间有啊，神山爱玉。嗯。里面一堆车，就是大家都会在这边停。然后你就是正上去的话，就是风景而已。了解。因为上面是有那个莫拉克风灾。嗯哦。重灾区。嗯。所以它上面整个路都坏了。这间神山爱玉啊，是卢哥亲自推荐的、啊。上面吃东西的地方，那个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。有空的人呢，不妨可以来雾台上面吃一碗神山爱玉，舒服。吃完神山爱玉的我们准备下山，好不好？下山之后我就跟卢哥要各奔东西啊，他要回他的高雄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环岛之旅。还没看我环岛影片的观众啊，右上角的资讯栏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影片也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哈。如果有喜欢我或者是喜欢卢哥的观众啊，可以继续把影片看下去，把它看完，好不好？
看你。这边呢、啊？下雨吗？我觉得这边的山路还不错玩呢，还不错的。对啊，那我要站哪里？超暗的，我超暗，整个脸都黑。那放我，放我。刚拍不到车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先拍，三刚好车，一二三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点赞我的脸书粉专跟追踪 IG 好不好？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说声抱歉，这部跟卢哥一起跑山的影片被我就是拖得有点久，实在是很对不起你们啊！你们以为我会这样说吗？不可能，拜拜。